高雄米诺过去是由盐商的好名声，盐农每个意思营业好本行业台有机会特殊。用对总体强创是伫米农的演出，是用亚个盐的番来做主题。广电2017年退酒公司不加诉求结束一切，米农中盐的历史。每广电无盐的好中介米农朋友，是用的不亚个农业转型的。讲故事哦！哎嘿阿发，哎嘿阿财，哎嘿发财两兄弟，行上行下，当回到米农细行。体用的六家嘢小货房，阿发阿财两兄弟，用一段烧烤方式，共调配十人的时间，调教为主人的饭抢供应室，一个蘑菇天菜色的人的饭，其实代表人农一生人的付出。喺邊度捧下一台高堅好嘅成分？一個人嚟翻咯，唔咩強二人咧，同一個拍面。我強下喎，我咩係呢做？千百地。喺一個訓練過程當中，嗬，人哋可能要有人哋劇本，嗬，人哋麥過麥扮演嗰度意見，如果加人哋自己同人參與一個。人那些经验和嘅用业也嘅你剧本地位啊，所以在人的过程当中哈，每个团落嘅时节，当然能通过到会议会走出来。我们这出戏邀请了四位素人，跟我们三位专业的，但是同样都是籍贯是美浓的客家籍演员一起来演，七位演员让美浓人来说美浓的故事。2017年，米农最后一年属羊呢。高羊呢，成发的农民利用个生难后，好家在米农会透过西罗皮、西托马多同其工作发展法，可以带来一个共同奇迹，帮米农培养一位新的生命。我今日演一出戏，我其实最想要做的事情，如果我能不能够演到本来爸爸感到被感动啊呢？因为毕竟我们演的都是演农的故事嘛，吼。我演一种做戏，做过演农生人，唔知啊，我有唔知啊，我有那样的感触啦。哎，俺不要过来，俺不会过来。1969年，全台种人的面积仅仅为12000公顷，是由种人历史以来最大的面积。到1976年，闽南种人面积有2000公顷，它都为全台第一。也在人的发讲的唔但系闽南种人的历史。马公说：“人业对闽南的重要性。”下个新闻整份，资格红包图。